周生弟弟，周生先生，我叫哈尼，我今年40岁，我信回扣，我读书中学毕业，我结咗婚，我有3个小朋友，第一7岁，第二9岁，第三3岁嘅。以前我最要喺香港系5年嘅，喺香港我做3个老板。以前我最要系照顾 B B， 照顾小朋友，自送咪送。用三洗衫，清乾淨屋企。我識煮餸何止，蒸魚蒸蛋、炒面、炒面炒飯同埋煲湯。而家我想再喺香港，因為上運開到錢俾我自己同埋家人。如果我再喺香港，我會做好啲到2年。唔該曬弟弟，唔該曬先生。照顧喺香港，拜拜。